女人每天不分昼夜的带娃做家务，男人却对着电脑上的小视频疯狂输出。在这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，全职母亲的辛酸只有经历过才能够真正感同身受。如你所见，莎拉是个全职妈妈，她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照顾女儿露西。为了让女儿接触到同龄人，也为了让自己有放松的空间，莎拉每天都会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小公园里玩耍。在这里也有其他带孩子的妈妈，但莎拉却很少与他们说话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面对他们交谈的丈夫和两性问题，莎拉总是下意识地想要逃避，但莎拉有时候总会马虎地忘记给孩子带加餐。同行的妈妈实在看不下去，也会将孩子的食物分给露西一点。毫无疑问，这些女人是有善心的，但她们也很八卦，因为作为全职妈妈，八卦吃瓜是她们唯一的乐趣来源。这天，一个带娃的父亲来到了小公园里，旁边的妈妈们立刻开始了八卦讨论。从他们口中，莎拉得知这个男人是个全职爸爸，八卦小组戏称他为舞会之王，但没有人跟他说话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父子的名字。不过他们对于这个男人的到来还是有些紧张。第二天，统一都化了淡妆，不过默契的是他们依旧没有和这个男人说一句话。或许是因为莎拉不够合群，八卦小组决定捉弄一下莎拉。他们拿出5美元打赌，如果莎拉要到了男人的电话，这5美元就归莎拉所有。莎拉并不缺钱，但是她想要争口气，于是莎拉借着女儿的幌子主动跟男人打起了招呼。这才知道男人名叫麦克，可很快麦克的儿子就闹着要离开。看着八卦小组嘲讽的眼神，莎拉的胜负欲瞬间上头，她悄悄拉住麦克，将自己和邻居女人的赌注说了起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麦克不仅配合地给了个拥抱，下一秒直接吻在了莎拉的唇上。这一幕在所有家长眼里可以说是非常不雅观，他们快速抱起孩子逃离，生怕莎拉的举动教坏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孩子。此后的日子里，莎拉许久没有带着孩子出现在小公园里，但是她的脑海里却经常浮现出麦克的身影，而麦克也对莎拉念念不忘。身为一个大男人，麦克远没有妻子的挣钱能力，所以只能在家带娃。作为一个全职奶爸，他更能感受到女人们的无奈和劳累，因为此时的他就连要买个手机都要看妻子的眼色。晚上，麦克出去观看年轻人玩滑板时，偶遇了老邻居查理。查理告诉他，在这周围住着一个变态裸露狂，所以大家一起组织了一个委员会，现在特意邀请年轻力壮的麦克入会，随后还热情地带着麦克一起打球。虽然麦克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他清楚地感受到这种能和同龄人在一起的感觉让他感受到了快乐。是啊，不论男女，有谁愿意一直和社会脱节呢？当一个全职妈妈到底有多辛苦，或许只有同样经历过亲自带娃的人才有发言权。莎拉一直以为只要自己足够认真地对待孩子，丈夫就会对自己多点包容和珍惜，可莎拉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丈夫汤姆竟然早已经经过出轨。其实说来也很简单，莎拉每天只顾着照顾孩子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形象管理，而汤姆在平淡的夫妻生活中已经逐渐对莎拉产生了厌倦。于是在看到网页上推送的小广告时，汤姆没能控制住自己，开始背着妻子偷偷地找起了刺激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汤姆的刺激还仅限于在办公室里，可很快这家伙就将坏习惯带到了家里。不凑巧的是，这一幕恰好被莎拉看到，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莎拉被眼前的一幕吓傻。丈夫的脸上带着一个情趣内衣，双手不停地忙碌着，这动作主打就是一个变态，而汤姆也被吓得释放了自我。可事后汤姆并没有因此做出任何解释，仿佛他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等到丈夫出门上班之后，莎拉偷偷地来到了他的书房，经过一番查找后，她从房间里找到了一团又一团丈夫的子孙后代。这时的莎拉才终于明白，丈夫做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怪不得他总是对自己提不起兴趣。这一次莎拉对丈夫彻底的失望，而就在这时，她又想起来了麦克。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找点乐趣，莎拉决定改变自己，于是她找到丈夫的情趣杂志，给自己购买了一套红色性感的泳衣。第二天就带着女儿来到了泳池里，莎拉猜的没错，麦克也带着儿子来到了这里。就这样，两个在心里默默惦记彼此人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偶遇。两个人从孩子的话题开始聊得那叫一个畅快淋漓，莎拉还主动邀请麦克帮自己涂上防晒霜，这动作暧昧的像一对小情侣。其实麦克在家里和妻子的夫妻生活也不尽人意，莎拉的一步步靠近也让他春心荡漾。从此以后，两个人总会默契地带着孩子来到泳池，孩子们欢天喜地地玩闹，他们就可以聊天交流。这天，传说中的暴露狂突然出现在了孩子们的泳池里，一时间所有人都惊恐不已，直到警察将这个暴露狂请走。而此时天空也下起了暴雨，为了避雨，莎拉将麦克和孩子带到了自己家。
莎拉洗澡时，麦克无聊地翻动着桌子上的书，可他突然发现莎拉竟然将自己的照片加进了书里。霎时间，麦克明白了莎拉的心意，而他同样也有这种冲动。这一天，这一对暗恋彼此的男女终于打破了道德伦理的束缚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关系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出轨是会上瘾的，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。更何况麦克和莎拉所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肉欲，还有同为全职带娃人的惺惺相惜，他们误以为这就是爱情。随后二人彻底背叛了各自的家庭，开始了频繁的约会。但伴随着感情的逐渐投入，莎拉想要的越来越多。当麦克陪同妻子一起出门时，莎拉甚至开始吃醋。直到这天，他亲眼看到了麦克的妻子，才明白什么是云泥之别。这个全职妈妈爱上了别人的老公，却在和情人即将私奔的那一刻明白了家庭和孩子的意义。莎拉本以为麦克的妻子是个怨妇，可她万万没想到麦克的妻子美丽优雅，远远比自己优秀很多。命运就是这样的不公，自己的丈夫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，这个女人不仅比自己优秀，还拥有自己最想要的男人。看到这一幕之后的莎拉像个小丑一样躲在车中无声哭泣，纸包不住火。麦克的日子也不是个傻子，他很快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，最后也怀疑到了莎拉的身上。但莎拉始终表现得很淡定，假装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为了找到二人有染的有力证据，麦克妻子故意邀请莎拉来家里做客。莎拉为了摆脱嫌疑，还特意带上了孩子和自己的丈夫。吃饭时，麦克妻子假装低头捡东西，想查看一下二人私底下是否有动作，可两个人分明是规规矩矩地坐着，看起来毫无破绽。麦克妻子是个狠角色，十分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于是干脆将自己的老妈请来，每天24小时地跟着麦克。有了丈母娘的陪伴，麦克只能暂时老实了起来，而莎拉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情人不敢再走上去搭话。这种难以忍受的相思之痛让两个人饱受折磨，最终麦克忍无可忍，下定决心要带着莎拉私奔。听到这个消息的莎拉很兴奋，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跟着这个男人远走高飞。两个人约好各自回家收拾行李，然后到指定地点会合。当天晚上，麦克深情地给了孩子一个吻，然后就快速逃离家庭。而莎拉也是一样，不同的是她还带上了女儿露西。随后莎拉心情愉悦地在小公园里疯狗，可当听到响声那一刻，莎拉回过头看到的却是那个传说中的变态男。莎拉瞬间被吓坏，可变态男却哭了起来。他告诉莎拉他的母亲去世了，看着一个大男人哭得如此凄惨，莎拉的心里也产生了一丝怜悯。可下一秒他发现自己的女儿不见了，莎拉疯了一般的寻找着女儿，完全忘记了自己还要和情人私奔。万幸的是孩子并没有跑远，失而复得的莎拉此刻终于明白孩子对自己的重要性，他决定留下来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庭。与此同时，麦克也做了自己一直不敢做的事情，他终于勇敢踏上了滑板，却不幸地摔倒在地。直到五分钟后他才从昏迷中醒来，可就是这短短的五分钟让麦克意识到，当自己在生死边缘挣扎时，第一个想到的竟然并不是莎拉，而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从医院回来之后的麦克想来到小公园里跟莎拉告别，看到的却是满脸痛苦的变态男。原来男人的妈妈临死前给他留了一封信，让他做个听话的孩子，这哥们就听话地断了自己的命根子。麦克紧急地将男人送到医院，却不知这个男人也间接性的拯救了自己和莎拉的人生。影片身为人母，讲述了全职妈妈的一把辛酸泪。有多少家庭是靠孩子在支撑着，又有多少女人常年得不到丈夫的关心和关爱。女子本若为母则刚，只可惜的是这份刚强往往是被逼无奈的。影片中的出轨戏份其实多少是有点被美化了，当一对男女真的走到最后的地步，恐怕他们的心里是不会再顾及儿女的。我是女汉子，主页还有更多好看的宝藏，咱们下期见。